挑战上王者的不知道多少天。这把打女枪刚开局，对面三人就来上路抓，绕后支援，一内残血闪现上去送他回家，下路对线见机，二打一还敢跟我刚，给我坐下。队友在打架，我们过去支援，盲僧残血还想走，一炮送他回家，安娜也给我坐下，顺势推掉一场。下路有优势就去中路支援，阿卡丽过来放眼，直接被控住，配合队友送他回家，剑姬过来支援也没用，来了也是送，想回家补个状态，阿卡丽又来送人头，补好状态配合队友拿个龙。中路开团，盲僧闪现上来想把我踢到塔里，可惜踢错人了，直接送他回家。剑姬残血还敢上来，给我坐下，光辉大招命中两人，一黑还想走，给我坐下，对面人不齐就直接一波，嘤嘤嘤。